本周的运动 Playback 要带您前进南台湾，关心正在备战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会外赛的中华足球队。总教练陈贵仁为了加强球员的心理素质，又有什么独门妙招？而这次的中华队对手有东南亚球队，为了避免大量外劳涌入到球场，让主场变客场，球员教练大声呼吁球迷进场来捍卫主场。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本周六的运动 Playback。